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不少热门日本药品和利他命 EX 的贩售广告，原价一瓶1000多的药品只卖不到500块钱，让不少的民众啊赶紧下单购买。而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，药师也提醒大家这其中一定有诈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告诉大家哦，这个正品还有仿冒品到底要如何辨别。网页广告上贩售热门日本药品和利他命 X Plus 强效定，著名艺人曾国城代言，原本一瓶最少都要1500元以上，但现在居然500元有找，让不少网友看得好心动。仔细看，还以美式卖场的标志为背景图，但销售文案底下却又写着在日本药局购物更安心，来源自相矛盾。有药师提醒，小心这就是诈骗。就是正反两面都是没有 mark 的话，那个一定是假货。哦，那这个在。而且依照药师法就是27条，是不能在，即使你从国外带回来，你没有药商资格，这个是不能在网络上贩售的。还有民众在 LINE 的群组上也收到这样的广告资讯，贩售商品的组合中最多可买6送5，一罐270粒入的价格低到只要452元。近来有不少民众收到这样的广告，要如何避免买到仿冒品？有网友实际比较正品和仿冒品的差别，右边是正品玻璃罐装，每颗药上面都有印记，搅碎后有强烈维他命 B 群的味道，而左边仿冒品用塑胶瓶装，药粒较小，没有印记，嚼碎后平淡无味，就怕仿冒品吃下肚会对身体健康造成疑虑。其实它有可能还是给你放了一些维他命进去，可是它可能没有它的主要的一个等于说加强配方，或可能就是吃下一些剂量不够的一些维他命。消息曝光后，和利他命药品公司也声明表示，他们产品在台湾属于医师、药师、药剂生指示用药，依法规定只能在具有药品贩售许可的实体通路销售，任何透过网络电商、网拍、邮购、代购取得的产品，极有可能是仿冒伪造的伪药和禁药产品。而且因为他们经营权转移，因此任何以台湾武田名义进行的广告也同样极可能是诈骗行为，请民众不要上当受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